大家好，我是2016届毕业生潘晓婷。面对疫情这场无硝烟的战争，我看到了交大学子共同抗疫的强大凝聚力，师生同心，团结互助，奋勇坚毅。作为一名交大人，我与大家同在，让我们同心抗疫，静待花开，待阴霾散尽，我们校园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2019届校友、游泳运动员王顺。亲爱的学弟学妹们，希望大家在网课期间也能保持适当的锻炼，强身健体，乐观积极。东川路800号，稳住，交大 YYDS 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2013届校友帆船奥运冠军石丽佳。亲爱的学弟学妹们，这一场疫情防控遭遇战，每一位交大人都是勇士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终将攻坚克难，上海交大战役必胜，加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2019级本科生李冰杰。围棋磨砺，使得玉成。疫情当前，我们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，学习之余别忘了劳逸结合，坚持锻炼，身心健康。同学们稳住，加油，爱你千千万，保重万万千。我是2017级本科生张琳。我是2017级本科生陈云霞。疫情防控，重任在肩，同学们让我们牢记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，以实际行动彰显交大学子的精神与风貌。我们交大人携手共进，同心同德，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。交大加油！